其实并各位好朋友啊，大家新年恭喜，好，谢谢，谢谢。啊，尤其是刚刚理事长供给哦，各里的肥盖，大家来接好了哦，真的充满喜气的哈，让我们感觉到做温馨的哈。啊，那第四点讲啊，有个前来讲成就啊，就是今天晚上嘛哈，那个李明介你好，请大家借着各位掌声再给理事长啊，感谢他这么用心啊，谢谢，谢谢，谢谢李明介哈。啊，我想理事长对于这个心灵讲座，你就用心，每一天吃八一个人家蛋。啊啊，真的是他的精神让我很佩服哈。那、啊、主要是旅游让你健康，身心你的健康哈、啊。所以我们一大早在车上卡拉 OK， 黑马是讲哈，啊，我们去歌啊，可以养生，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跟抵抗力哈、啊。所以说这边也是一开始上车就是一个身心灵的一个发展哈、啊，这个很好啊。然后到这边大家哈、啊，各自的哈、啊，呼吸这个芬多精，呼吸新鲜的空气啊，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啊，吃完一顿啊可口啊美味的午餐以后啊休息一下，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身心灵的讲座啊，这个哈、啊，我想大家的用心呐、啊，让我也感到佩服，我们一起成长，来跟他姐团队打开火胸安尼哈，心啊，让能够身心灵三方面各方面的一个均衡发展，让我们更健康更快乐。对，在这边也要感谢各位啊，能够踊跃的参与啊，尤其今天有很多新朋友啊，包括我们这个彰化的啊新朋友，还有我们理事长的二公子嘛，哦，三公子，三公子跟三媳妇哈，对，欢迎你哈，哎，真的哈，等等，再欢迎新朋友啊，希望哈，哎，能够有更多的人呢参与这个活动，就像我们这个读书会一样啊，这个很感谢我们。李立新校长、杨中彪校长哈，还有其他的提供这样一本好书，让我们开始有一个啊一个读书会的啊，共同来研读研讨书中里面的内容，尤其是这一本书非常的有意义，才能够增进我们身心的健康哈。那也感谢李校长，好，我们礼拜三明天有没有？李校长，明天早上明天有啊，但后面的是什么？明天早上八点半在我们太子山那边，我有我们李立新校长跟杨中彪校长带领我们做，后面有一个螺旋伸展操啊，螺旋伸展操这是杨定一博士他自己个人所提炼出来的啊，提供给大家。对，我想在这边呢，诚挚的邀请大家，你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八点半，然后呢你哈到我们太子山那边哈。来做这样一起的活动啊，大概半个小时嘛哈，我想做完了，让我们感觉到很舒服啊，整个身体经过伸展以后啊，那我想看看你的身心理方面都会很好的一个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欢迎各位哈、啊、来这个做体验。那我们这本书已经进行了两次哈、啊，对，我想你有大概有这本书的。啊，有将近20位、20几位吧，好像静怡哈，也要感谢静怡啊，他这边呢一直不断的哈、啊，跟郑彪、杨中彪校长哦，情况哦，而且是低于八折的价格的啊，这个杨中校长他是会员，他有这样的哈、啊、会员啊，他有这样的价格哈、啊，对，特别感谢我们杨校长跟那个静怡哈，啊，这个书总共有12篇哈、啊，那我想我再确认一下，因为感谢很多人都哈、啊，参与这个导读，那还有几。一篇没有导读的，我想也欢迎啊，有兴趣的可以大家一起来读、来导读、来讨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深入啊里面的一个内容哈。对，第一篇呢，很感谢李立新校长、杨中彪校长哈，咱们现场里头来开个算是第一步了啊，起跑哈、啊。那可能等一下如果要补充的，再请杨校长跟李校长来做补充，因为我听到我们这个哈。啊好朋友说稍微慢一点，能够精读里面的内容，然后落实在生活上，那可能我们这次更给各位能够体验出健康的方法来，健康的习惯的哈。所以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能够不断的提供宝贵意见哈。所以我们在这个读书会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如果有什么需要改进的，能够尽量提供你的宝贵意见，我们做这个调整哈。那第二篇呢？啊，感谢我们胡大哥。好，胡大哥，你上一次我刚好很抱歉，我有事情没有参加。那如果等一下如果要补充的，不要客气，可以再补充，再带领我们这个啊深度里面的内容再做一个探讨。这样的话，啊，可能会更加的哈、啊，整个一个里面的也能够落实在我们各位的生活上。那第三篇就是
活食材跟健康饮食，这边我拜托啊吴三和校长跟静怡哈，那可能就是下礼拜吧，好，就是我们往后推。那如果是确定的，我会再重新用电脑打字影印给大家，因为经过一个过年啊，有三次没有到系统，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安排的时间都往后延后啊。所以我想感谢大家的支持。那第十篇目前还没有，第十篇就是饮食科学新概念。啊，这个每天都要吃，民以食为天。那怎么吃？有一些新的思维、新的概念啊，很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切磋讨论的。所以有人讲说啊，你怎么好？先吃水果可能比较好啊，容易消化的先吃。但是我发现到我们的宴会有什么，都是水果最后一道出来。这个饮食习惯可能还没办法去改。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调整？可能要经过大家一个沟通啊。一般的生计饮食是说啊，容易消化的先吃，大鱼大肉比较不容易消化的后面吃，因为它的理论就是说啊，你太消化了哦，然后后边那消化这样整个消化系统消化比较顺畅。啊，你如果先吃不容易消化的啊水果，在后面吃。那可能也是度掉的，大家思考一下有这样的现象，但是说比较容易好像发酵，你懂这样的，当然这个不是很明显的，那我想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我们怎么样吃出健康，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所以这一篇新观念目前还有带各位的可以一起来带领我们导读，那第五篇呢，消化系统与健康，很感谢我们孙主任啊，刚刚啊特别孙主任来我们带我们导读。啊，第六篇运动与呼吸，好，我这边很感谢蔡秋东校长跟朱财成队长啊，你们两位啊又导读啊，感谢你们。第七篇身心灵的全面整治，目前还没有。第四篇跟第七篇啊，目前都没有。第八篇身心和谐与静坐。啊，这边是我们蔡武生校长，感谢你啊！这边感谢我们理事长，就是说刚开始接的话，我们理事长会教我们怎么静坐啊，包括我们大哥常在蔡子边的静坐。那静坐有它的功能，那怎么样去静坐？这个可能要去体验，要去学习。啊，这边的话，我想有机会的话，我们请理事长、吴大哥啊来参与这样的一个静坐的一个活动。第九篇啊，目前也没有，所以四七九目前都还没有。重新出发，从我们心灵出发，这个也很重要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杨定一博士里面的一本专书哈、啊。第十篇啊，如何改变习惯？这边我们啊特别拜托啊习主任啊，他们先干力，感谢习主任先干力哈啊，你起来参与哈、啊。对。第十一篇身心共舞，我们感谢钟校长，他在哪里？别离我那么远。好，他还没来。哦，钟校长啊，到了，钟校长，谢谢你啊、哦。第十一篇，我们拜托钟校长来为我们导读啊，就是。啊，另外的第十二篇，教育中的感恩种子。啊，那慧兰，他说第二篇，慧兰在哪里啊？慧兰小姐在哪里？我们等一下我再找她。她说，我说她是护理师，但是后面她应该是护理我们专业啊。我说请她看是不是导读比较专业的啊。结果他说最后一篇了、啊，那等一下我要拜托他，请他确认啊。总共这十二篇哈、啊，那目前就是有四篇还没有导读哈、啊。那欢迎有兴趣的啊，可以来参与这场导读。那导读主要是做理性啊，整个一个做一个摘要内容的一个报告，然后再提出讨论，这样的一个互动。互动以后就整个一个内容更一个深化啊，深究。啊，在落实在我们生活里面，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说这本书的话，啊，除了有这个螺旋生长、体操、静坐方面，其他的我们养成的一个啊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所以说，人家讲说命好不如习惯好，真的，你不好的习惯会影响你一辈子，啊，你习惯好了会帮助你一辈子。所以有人讲过这样，命好不如习惯好，这点也值得我们养成好的习惯，尤其怎么样正确健康。饮食运动的习惯，这个就很重要啊！啊，我想这边特别感谢大家。那有四篇还目前还没有的，也欢迎各位来。如果整个都确定的，我会再用电脑打字全部发给各位一张。那日期呢，我会重新调整，可能是在顺延以后，这个顺延那边。再次的感谢大家。那我想啊，我们还是依照我们整个哦，那个叫爸哈啊，刚刚有点说哈，也想
有点，最好是那种小碎片课了哈。但是我们这个哈，大家的精神很好啊。如果能够借着带动我们一些伸展的运动的话，可能会更好。那我们这边特别安排我们金涛老师。好，我们再来欢迎金老师，各位，我们做一个天龙八掌巧手运动，大家动一动哈。不管你在什么地方的话，有这样一个动的一个活动哦，那我们精神会更加好。我刚才哈，大概讲八个人哈，八讲，嘿嘿，对对对，起个头。